58块钱啊，在外面饭店你能点个小炒，再来碗汤，弄碗米饭，饱腹感是肯定有的。你快乐吗？在我们这边58一个肉串套餐，有酒有肉，关键是买到了一整碗的快乐。套餐啊是单点的8折，值还是不值呢？大浪小酒馆开烤喽！烤成这个样子，滋滋冒油已然是可以的。我们用的是新鲜肉，我们烤的这个牛肉啊，自己买自己切自己穿。我们呢就是牛肉的品质好，所以我们只加盐海盐，肉质好才能做白串。这个五花肉的厚度可以吧，不是薄层啊，这种色泽滋滋冒油，金黄色，漂亮吧。有人喜欢吃脆口，有人喜欢焦一点，您有要求跟大郎讲。咱家的大油边啊，说大不大，说小也不是太小，毕竟要适合我们这个当地的食量嘛。关键这一串能卖的便宜啊，这就是咱58套餐的肉串还有酒。出餐喽。这个是一升的瓶子，可能你没概念，我们倒杯子，这个会更加直观。别看我肚子小，我容量可大，3杯，刚才这个沫子有一点，所以现在消退了，满满3杯酒，还买不了你2个小时的快乐。老规矩，第一杯要敬您各位。友情提醒，开车不喝酒，未成年人不喝酒。到我们小酒馆的，有步行的，有打车的，甚至于还有代驾的。总之一句话，喝完酒不开车。4个单品各2串，油边、牛肉、羊肉、五花肉嘛。这个套餐宗旨设定的吃肉。开玩笑，生活已然是这么枯燥了，还不来点肉，让自己兴奋快乐一下吗？牛羊肉哪家烤串店没有啊？关键是不是自己串，品质怎么样，敢不敢做白串？五花肉啊，我有个老哥哥，他要吃那个什么油渣，真的摇出来是粉末状。一家餐饮店，你说要有服务，大浪陪你聊；你说要有品质，大浪亲自给你调的味。我们试了 N 多回，你说要有性价比，这个套餐已然是我们单点的8折了。你说停车要方便，咱家有。到了以后，您跟我说，大浪亲自带您去。分离于你，大浪在小酒馆等着你。